你怎么来了？自然是闻声而来。切，蓉儿，我已经派人把那个传谣的江湖小报给断了。啊？我和赤红那个三年之约，纯属是他一厢情愿。我秦尚城此生都不曾，将来也不会，和任何女子有任何约定。那要是我们的女儿呢？如果是我们女儿的话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不过就算是我们的女儿，蓉儿也是我最在乎的人，前世的小情人也抵不过这一世的娘子。到时候我会尽好一个父亲和丈夫的责任，给你们一个温暖可靠的家，就像寄居蟹的壳一样，为你们遮风挡雨，护你们周全。可是我不想生女儿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就算是最优秀的女子，也是会被世俗所束缚，困在一方庭院当中，相夫教子，失去自由，根本没有办法完成自己的梦想。时间的另一边，有谁？